困的时间是过足紧的，啊！你上班来讲，时间来过足久的。讲讲拢袂得停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吼，拢有甲我同款有一个问题啦。这个问题是讲吼，啊，咱到底当时才有法度来脱离这个困境？你以前跟我同款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其实，你是最近才开始安尼感觉的，我是已经感觉五六冬了。2004年就开始啊。你发现以后，就当然嘛是就开始啊，内心就着急啊嘛。啊，着急到即马，啊，即美国时代我到时呢，伊拢甲你安尼吼，甲你着咧。啊，伊讲你无，伊无做嘛，伊有做。啊，伊讲伊无做嘛，伊讲有啊，啊，就进步啊。啊，即阵是即个进步速度遮尔啊，细，啊，毋知咩啊吼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各位大家拢爱斗三工来做啦。啊，你讲斗三工来做，要安怎做？啊，我若甲你要求，你敢做会到？你嘛不一定做会到。可比讲，我讲要求恁伫恁家的门口挂旗仔出来，挂对一支旗仔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去，这支旗仔已经开始有人去挂。咱的州长、电州长、高雄的林州长，有真多人去挂。啊！这挂以后，包括地州长、林州长，伊挂以后发现，拢有发现同款的一个情形。因为有一天安尼，常常看到美国人，美国啊，小奈在美国，就跟何瑞云长得差不多一样的那个样子，去翕相啊。啊！这表示什么代志？表示讲，咱这个机啊挂来美国嘛，去甲咱 test。你到底有几个人知影美国军事政府要给你占领台湾？你即马敢知影尔？伫咧头壳内底啊，无你嘛少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表现就是讲，这个旗啊爱挂出来。所以咱这个4月28，迄时间我也是讲，大家加减拢爱炸旗啊。炸这两支，一支是人民政府，一支是军事政府，这两支旗啊，一定这两支旗啊要切出来。啊，你切出来，特别讲吼，我嘛真惊讲，后来这两支旗啊切断去啊，啊，你敢凊彩敢用竹篙，啊，白白啊就好紧，好去，我绝对反对啊！啊，那安尼甘愿卖挂。唔通你有注意一点无？咱民政府所有出版的物件，所有咱的册、咱的文章、咱的物件做出来，绝对是拢国家级的水准。你有安尼感觉无？有啦，有。迄毋是干恁尔啦，迄独派、统派，嘛拢一干干嘛讲吼，吼、哦，法律建国会吼，足有钱啦。唔知因的地位就来。拄啊开始的时阵，4-5年前哦，伫网顶拢甲讲起讲哦，中国提供资金的呐，啊林志兴为中国走出来对不对？做间谍啦。啊我落尾啊，我甲回答一句话就是啥物啊？中国人无遐戆啦，提钱互我将台湾甲中国甲拆开，不然咱敢戆到迄款程度？提钱给我，啊！发现这个，你发明啊，这个发现这个理论，这个论述，啊，将中国甲拆开，即马中国甲台湾绝对无关系啦！大家伫惊讲，所以有当遐人咧问讲，咱无要进，我多进去联合国是啥物关系？讲是中国的关系，我别讲，中国无遐有效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今日无法度进联合国，是因为台湾要搁你军事政府占领。你军事政府占领，哪会当入去联合国？袂使啦。
所以即摆现主席台湾和中国，这个关系，不管伫对一方面拢无关系。所以其实我这个预言，伫三四年前我都伫演讲的时候我都讲过。我中国以后会对台湾非常的好咧，会铺红地毯给台湾人去行，果然无错啊！因为伊既然伫法律上无法度将台湾这个土地摕去，其实你唔通看中国吼，伊戆戆咧，伊嘛真巧咧。1993年开始，唔是无遐早，应该是伫。2003年开始，中国的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率领了就83名，包括武汉大学等所有的因的读国际法的专家，开始研究间谍法。伊想讲，间谍法敢若林志先去研究，啊，阮拢无研究，啊，你讲啥就啥。好可能，所以伊嘛开始研究。我迄阵我就预言啊，我讲吼，你做你研究，但是你的结论绝对跟我林志先讲拢一模一样。2007年，武汉大学出一本册，间谍法的册，因召开欧洲的人来作为参加来开个间谍法，迄个本册内底，我甲看法内底，含我的研究的物件一模一样。但是台湾的部分哦，伊跳过，敢若台湾无写尔，袂当讲抄袭啦，安尼讲，安怎讲咧？因为吼，间谍法吼，毋是我发明的嘛，啊，什么话间谍法都甲恁早有甲恁讲过，对不对？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的总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。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，啊，加这个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300几条，拢同款啊。所以今日不是我林志颖较牛呢，我只不过是我都将伊战争法这有关的部分拢甲提起来，啊，甲总归啊，甲整理。所以我各位，我说起来拢无专利，恁做恁去抄，做恁去用，后摆拢讲是你的。正经的啊，你连咱讲迄种我讲的，就是我讲的，是恁讲的，我没有专利啦，我讲一摆，无专利啦，嘛无著作权啦，啊，拢将所有资料甲提出来，啊，甲写出来，啊，哪有专利？资料都有啊，啊，所以过去你唔知道是因为你无读，啊，我有读。啊，所以你感觉讲，哦，啊，何瑞元、林志升足伟大，无伟大啦，因为资料便便嘛。但是我有给你一项物件啦，一挂美国的国家档案的迄个最高机密的部分，恁无我有啦。这个部分我较占排占班级啦，所以中国开始研究间谍法。因为以前我有讲过，弱小的国家大部分都没在研究间谍法，什么国家足弱的嘛，一天到晚在用打、在用劈、在用拍、在用斩，研究间谍法要创啥？都是较强的国家有在研究，但是我现在有发现的，弱的国家也可以研究间谍法，因为用间谍法才能来保护我们自己啦。这战争法不是咱讲的啊，是因遐国强的国家所写所定的规则，啊，照恁所写的规则，我跟你对付嘛。刚讲人权的保障，迄阵个何瑞元和我伫讨论讲，要告美国的以前，我嘛想到第一摆呢，要告什么物件，要告哪一条？你若告着主权。伊讲国家免诉，就是国家免接受诉，免你别个告国家没有用，国家免于诉讼。找规波，敢若一条会当做尔，人权。啊，这人权就是啥物物件？护照。
美国的战争法宪法内底规定讲，伊占领的所在伫美国宪法的地位，就是类，就是等同未合并的领土的海外领土。占领区伫美国的宪法内底是叫做外国。阿扁总统看到这句话讲，阿咧台湾主权独立未？因为美国内底讲，美国的宪法内底是讲台湾这个所在等同外国。等同外国，不是外国呢。所以，再讲一个例，我讲啊，平，互你听。一个查甫囡仔，甲一个查某囡仔，还未结婚，但是拢住到阵。咱讲伊等同夫妻，啊，请问这个等同夫妻，敢真正的夫妻？不是啊，若要分开，爱去办离婚无？唔免啊，离开就离开啊。是这个等同就是安尼啊，所以是迄个台北条约内底，流亡中华民国和日本签约的迄个台湾人，视同中华民国的国籍，视同目睭看视同，请问视同是不是？是不是讲就是？不是吗？所以尤其是1972年。日本甲美国，哎，甲日本，哎，日本甲这个中国签迄个联合公报以后啊，迄、那个条约，台北条约废止啊。哦，你会阁问咯？你若较巧，你会甲问讲，安奈会当废止？啊，你毋是讲蒋介石1941年12月初初九的时阵宣布讲废除所有对中国的不同不平等条约？你有？伊囡仔时阵，你有读过这句话无？啊，你有感觉安那？好伟大哦！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好伟大！可不可以废除？绝对袂当废除的嘛！条约的物件是国际上拢承认的呢，尤其若已经执行的，就袂当恢复呢。那这个条约，和平条约内底有迄个讲赔钱。爱赔偌济钱？啊，这个部分已经执行一部分，啊，后边迄个部分可以废除，但是头前已经执行的就不可以废除。所以废除不平等条约，伫咱个教科书内底讲，安尼蒋介石好伟大，去放屁啊！条约袂当废除啦，啊，若会当废除哦，世界就大乱啦。所以，咱来知影就是，就这样和平条约可不可以废除？不可以废除，绝对不可能废除。最紧张。不可侵略，苏联啊，满洲不可侵略，爱是咧讲怕伊。无啦嘛，就这样好，好啦。旧金山和平，后摆再甲你解释。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内底因为苏联无签，所以伫法理上，听清楚哦，法理上，日本和苏联还在战争中，所以我甲日本人咧讨论讲，北方四岛伊若要解决，爱安怎解决？其实北方四岛的经验甲台湾啊一模一样，北方四岛是苏联占领。台湾是中华民国占领，啊，多好！加在23条，就像和平条约的23条，这个规定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。所以我甲日本讲啊，甲我台湾同款去告美国就好啊。日本人甲我讲，哎、欸，美国甲伊讲吼，伊要做证人啦、啊，我做个鬼啦，伊甲你骗啦、啊，伊是董事长呢。伊是主要占领全国呢，他是当事人，啊，甲你骗讲，啊，我去当证人，我你卖去有一赔，我甲讲了，伊恍然大悟，啊，啊去告美国啊，我安尼惊呀，我到你告美国啊，告甲美国，爱来甲侬讲，别惊啦，我甲你替你写，结果，哎，苏联占领去告美国。啊，真趣味呢吼！啊，想告美国，
古今中和平第二期的三条，讲美国是这个所在主要占领全国，阿里主要占领全国，阿里无讲，阿里有苏联去讲，阿里无战争吗？啊，所以战争就是讲你美国爱甲苏联战争嘛，甲弄嘛，互伊去战嘛。我讲你袂晓，我听一下。啊，过来，中华民国。特别讲吼，中华民国以前我算算，我虽然袂晓算命，但是我这方面我也晓算。伊吼，我算算，无偌久啦，真正无偌久啦。即阵无偌久内底，台湾人还搁咧戆戆，甚至这独派民进党这些人拢咧，因认为讲有机可乘，安怎？反正咱咧拼。我你建国会这人在拼嘛？伊是讲我来坐大位 ？No， 无可能啦、啊！美国去攻占伊拉克以后，美国特别去等于华盛顿 DC 请迄个伊拉克平民政府做顿啊，顿啊伊拉克来，你来主持伊拉克的局势。今日平民政府伫设置台湾的平民政府设置队，设置 DC 呢，是啥物人出的钱？啥物人去做的？美国，美国啊！啊，伊是食饱受用了，伊有准备啦。所以我常咧讲，咱的同志吼，你有坚定的信心以后啊，我希望大家爱交话啦。你等于吼，爱去讲啊。啊，我刚才要甲各位，我这边来哦，我刚才有两个要求啦。第一，新台湾论你一定爱有啦。我唔是讲卖新台湾论，我来好言呢。我甲你保证，我唔爱讲去卖些诶钱来坑我那边，从来没有。第二遍，我甲你拜托，就讲你等于吼，这两支旗啊，你爱买等于挂，就是。大机的啦，唔是小机，小机真难要看呢。这大机你免惊啦，啊你若惊，我甲你教啦，莫挂到恁家啦，挂到隔壁啦。你讲笑啊？你讲笑啊？你讲笑啊？喂，头摆我讲的迄句话，迄是讲笑啊？你若真正摕两支去挂喺隔壁，啊你要挂这两支吼，我要过来拜托。你唔通凊彩去买德国来甲我挂，我甲你拜托一点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塑胶，即个啊做旗杆吼，一斤200块尔啦。啊，你若买金的吼，咱这金的你买无啦？尤其是头前有老鹰，你有看无？啊，这个老鹰是，这是对一国做的，你知不知？啊，美国的内政部，伊若伫游行的时候，拢是一支啦。恁后摆吼，美国有一挂人去游行有无？什么花车游行吼？你甲看，就是这个老鹰啦。所以咱听人讲吼，美国对咱真好呢。伊讲吼，啊你台湾人，我爱相信我来，我就给你去躲。所以美国有真侪小动作，啊，台湾人看无咧。当然啦吼。这个机啊，咱即马是安尼啦，因为咱无法度讲做足大个量啦，啊，所以咱是希望讲，你若买一支300块，啊买两支500块，啊你等于还佫买200块的迄个旗杆啦，我佫拜托一摆，你唔通去买德国，你若要用德国，拜托你卖挂。有啦，迄有机仔头啦，机仔头啦。你若买迄个有机，有啦有啦。你去吼，到处拢有伫卖啦。啊，伊中华民国迄个老烟无啦。哦，野心遮尔大嘞，有啦。咱个顶级有一个学员，伊甲我讲吼，老烟吼摕一只互伊啦。伊讲伊要等于 copy 啦，啊要做啦。啊！若做了看一只迄老鹰偌济吼，伊讲要照本钱，予咱的学员啦，伊啊，做顶第四期的吼，伊等于去做啦。
好啦，啊，伊去做啦吼，啊，若看哪做吼，啊，原来来别有美国的吼。啊，所以。你是要发讲较少的哦？我开始讲啦，这个机啊吼，各位，因为即马时间真逼啊，美军已经是800个海军陆战队已经入来40个，拢是军官级的。现准时台湾，所有台湾拢总有3个雷达站，这3个雷达站是拢全世界上好的雷达站，但是这个3个雷达站拢是美军的控制。有一个我讲给你听，就是伫新竹的乐山，海拔2000多公尺。对，啊，伫咱的网站内底有，相片嘛有，咱的网站是用迄个啊做 Google Earth 内底迄个卫星甲翕的。啊，照道理是袂，实在是袂使啦。但是我就想讲，台湾人遮刁滴啦，我都无看到美军啦。啊，迄个乐山你去来看，伊个进出口是拢美国人去看守。现准时有差不多70个工人拢美国人。你若爱看，互你去看。所以到即个时阵为止啊，台湾已经毋是一个讲。过去咱所想的安尼，伊要要甲咱砍嘛砍袂掉啊啦。所以中华民国即摆逐天去开国安会议，一方面伊对咱无多压制，无多掠人；另外一方面，美国就是较逼，伊小可做咧 AIT 就出来较粗糙。所以你应该看会出来讲，当然台湾的报道无写，但美国的报道有呢。美国的报道有啥呢？咱像咱的，那啥，旗杆哦，刚刚有这个旗杆啊，我唔知影呢。哦，你也做文的哦。我去台中买来。哦，150啦。啊，你收，迄收长会当收无？哎呀，袂当收，人无方便啊，坐即地要去坐高铁，你又叫麻死。啊，坐安尼，你哦，你是足够的。无啦，我甲你讲啊，迄个有迄、那个，袂，伊这是会当折叠啦，爱买折叠啦。我讲哦，迄100块，我甘愿200块去买折叠啦，较方便啦。好啦，啊，我是吼，因为上咱去上课吼，你除了知影以后，我也希望讲有一寡行动。咱现准时受训的差不多250位啦，啊250个机啊拢甲插出来，迄气势无共款呢。啊，甲你讲，恁会惊无？恁讲袂惊？啊，无就插在倒三工来插机啊。啊，你若我都讲过啊，我讲实的啊，你若讲你伫恁家，你感觉歹势。离恁家较远，你目睭看会到，所在你个差。啊，但你要注意看，讲有叫人偷窃无？我甲你保证，讲人会甲你偷窃。人讲看伊机啊，水水啊。哎，对，会等下提等下查。你唔敢甲你收？哎，唔敢收，免烦恼。所以我甲前日昨我有甲各位讲过吼。讲咱咧用迄 USMG 的车牌，我爱阁讲一摆。USMG 的车牌，因为中华民国无法度甲你罚啦，他没有权利甲你罚啦。伊若讲咱咧假，咱讲咧中华国，你嘛是假。所以伊要甲你罚啥？敢若亲像去年、去年的12/27，阿扁啊，我甲阿扁啊去告迄个美国政委是阵无。那个陈学圣，立法委员，国民党的，去甲检举，去地检署甲检举，啊，甲叫去呢？地检署，不是普通的地检署哦，地方啊是高等法院啊，因为吼、哦，伊要告总统外犯罪吼、哦，不是地方法院会当审，爱高院才能审，我算公院啦，甲阿扁同级的，啊有代志无？无代志啊。打问几摆？问一摆。
啊问，伊袂晓问啊。叫咱我坐伫遐，当然你若当去看网络，我有写，我经过我拢有写。但是恁大家伫遮上课，我嘛讲互恁听。叫咱我甲问讲，无，但是我先甲问，还袂伊还袂开始，我先甲问，我稍等咧，等一下。请问我是证人还是被告？我是证人还是被告？而且恁后摆爱问呢？阿姨吼，迄个检察官是中国人，我知影迄个检察官我有去调查，迄是吼军法官吼去考的，所以迄种的吼一般来讲法律常识无啦，所以我甲欺负伊唔捌法律啦。所以边啊，更是分六啊，全都一直变，一直变。我你在看哪页，我都知道。哎，就拍谁呀？我请问我是被告还是证人？你甲讲哦，你是被告也是证人。我等一下，如果我是被告，我有权利说谎；如果我是证人，我没有权利说谎，你听我。你若是被告，你敢讲白贼啊？其实哦，中华民国法律是讲白贼的大会啦。什么人甲我讲白贼话讲到遮神的，就过关啦。啊，若未晓讲白嘴，去互判刑，迄拢是未晓讲白贼话。所以被告、被告有权利说谎。啊，就一旦说谎了，包括一旦说谎，啊，证人，哦，这比当说谎，所以我给你教一个诀窍，啊，你今日上课哦，你就有记得啦。这个是啥呢？可比你你过问某位人，伊吼，你过的时候，你唔知影要怎给伊扳倒的时候，你向阳开庭的时候，你甲法官要求，我现在传讯，你用列队列。对照哈，当证人，就是不管什么案哦，迄个案例可以讲，我要求他当证人。你若做证人哈，你也该给我警告哦，你如果说谎的话哈，七年一年以上，七年以下哦。所以你这样叫迄个法官哦，来讲，法官，我这样讲的对不对？你绝对可以讲对。所以有当啊，真轻的罪吼，因为你家迄个地位吼，迄个被告还是原告吼，迄地位变作证人吼，要求哦，也讲较好解啦，好解啦。直播吼，是不要拜见鬼。会记哩哈，哪阵有即款的司法的时，雄雄你甲，你啊雄雄哦，卖好准备哦。我要求被告还是讲原告吼。当证人作证，法官无法度甲你拒绝。啊，伊若讲好吼，你要甲拒绝，爱签一个拒绝有无？法官爱一个拒绝，我签，签了伊就再死啊！我甲你讲，啊，若迄种的签了吼，大部分呐，对方若无理的吼，会甲你讲和解啦。你读法律有好处，所以我的法律不是乌面台，我无甲你念，我算读啊吼。真哇啦！我嘛有真有甲真侪人讲，有当时啊，这个法你要含对方伫烧烤的时阵啊，有阵你是坐咧厝里等呢，等对方甲你告呢，对方若甲你告的时阵吼，对方若甲你告，告的迄个人吼要举证。啊，所以你换你甲对方先告，换你爱举证，这种是，伊这个澳中华民国的迄、那个这个法律吼、哦，一个漏洞。所以我甲你讲吼，若是这种安尼吼，建办若要做吼、哦，咱逐摆嘛赢伊。啊，所以过来，这个司法内底，伊咧进行的时阵，咱不管咱是原告还是被告。咱有咱的立场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是无希望讲你用这个法律的相信哦，去共欺负啦，安尼就唔好。
我是讲为着恁大家要维，咱要维护正义的时阵吼，会当来使用。啊，若照我安尼，教一寡朋友啊，一寡遮个撇步吼，看起来差不多拢百分之九十九，百分之百才拢赢较济啦，袂输啦。所以，我爱讲出真个就讲，咱今日含日本，我有甲各位讲过，咱后个月要来过日本。日本开始带你等的，但是未带你等，伊欢喜啊！因为你来过日本吼，我会叫日本天皇吼送你一个徽章。我想要送徽章。其实这个徽章我是真反对啦。徽章是什么意义呢？上面人发明的，上面人用了上好。希特勒，希特勒吼要叫一人去牺牲吼，伊就去引导去酒塔拉挂吼。酒台挂你知影比如啊，迄酒台挂，听人啊，佮讲个病，打平啊，挂个你疼个滴，勋章啦，迄就是勋章啦。迄拢是你讲，恨老百姓啦。啊，咱即马咱后摆各位，后摆咱所有新闻拢是统治者呢，各国拢是统治者呢。当然，我是希望讲台湾的文化爱改变，但你唔通改变，到尾讲。推你家己的，所以我呢，每一期我都跟你讲哦，后摆咱所有成员，做政府的官员也好，做这个参议也好，袂当贪污哦。啊，若贪污的安怎？就是。啊，安怎？啊，话拢唔敢讲的，是不是你有迄个意思？啊，若贪污的安怎？欠债。欠债，你讲的。因为吼，我若讲出来，有人讲哦，人权呐。现在全世界都没人在枪毙的，所以我要让你成功，是你自己要求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了解。我再来，我还有一个特别，我要把那个咱的法务，刚刚法务大臣没在的，我跟他说，后摆台湾没在关的啦，要关什么？把关就够了米，啊变嘛？变形啊！新加坡那个变形，那打一摆，那皮，那脚掌面拢裂开呢。那打一摆吼，一礼拜以上痛，我无甲你骗。咱遐就了遐就钱要创啥？啊！你都个变形真简单嘛。你若讲规定讲打一摆的吼，一礼拜甲打一摆。咱来就搁了钱，甲饲。人民的纳税钱呢？啊，若要枪毙哪，你哪去反对的吼？真简单，什么人反对？听出来？你家去用迄个人要枪毙人，你甲跑到恁兜去饲，规定袂当让伊出来，你去饲嘛。咱老百姓咱就爱搁甲饲，无迄个代志啦。所以真迄种会当解决嘛，毋是袂当解决，敢毋是？无一定讲。所以我们想说奇怪是我的头壳较奇怪，还是咱台湾人的头壳无好，还是较无共款？关，大家拢在反对。我讲我免关，那就关，变钱就好啊。判一千个，甲你讲一礼拜，甲你判十个，一年、一年到尾哦，脚酸腿拢在疼，暗时拢无多困，我无爱听。因为我有看到迄个新加坡吼，迄变形以后的迄个照片，吼，要求够恐怖。听了一礼拜，真正哦，迄听了一礼拜吼，迄膏药啊吼，膏药啊，安尼要拄拄好哦，搁较不累。安尼一年，你做你听，后摆你会做歹代志无？袂啊，袂啊啦，搁做歹代志，我看你搁做嘛。所以那安尼后摆咱台湾。咱若做向全世界宣布，台湾监狱没有人，对不对？大家拢有厝好住，我昨日甲恁讲，大家拢有清厝，大家拢有偷咯。民政府有多好，咱爱有信心呐、啊，爱将这个心思吼、哦，拢放伫台湾这块土地，对所有老百姓拢真好的心思啦、啊。但是我也甲各位讲啊，
这个地位完成以后吼，我嘛要退休啊啦。我相信吼，在座的各位和咱的后代会当甲咱顶起顶替上来。所以今年暑假，咱开始要来训练大学生。所以恁等于，若有恁的后生，还是你的亲戚是大学生的，你看咱的网顶的广告，是广告啦，迄、那个声明有几下提出来遮大，后壁山顶训练，我甲你保证，讲伫遮训练以后，等于恁家哦，肉绝对哦，身体真好，健康，思想健康。现主席，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啥，拢咧教囡仔教啥，吃喝玩乐。你甲看电视顶管所有艺人啊，拢是中国人。对一项甲咱教好诶，我问你咧，有无？台湾人若生了较水诶，较缘投诶，伊甲你封杀。这毋是我讲诶呢。以前诶，迄个民视，毋是民视，华视诶总经理啊，江夏，伊亲自甲我讲，伊讲只要查某囡仔生了较水诶，伊都要无要机会互伊去上电视。查甫囡仔生了较缘投较落诶，伊都无要互伊上电视。所以咱个郑州人，若要是电视台食饭嘛，可能无机会。咱个郑州人生了缘投无？好无？要拍手。咱后摆恁做面吼，主要是郑州人即种诶。咱台湾人又讲一句话啦，伊讲他很年轻诶，我毋就他很年轻。马英九，干那靠迄个红仔头，你知影咱765万票，迄个选举哦，听讲有一半以上拢是查某票呢，看到分度呢。啊，我实在讲，迄阵要选举前，我嘛迄感想，我有一摆伫高铁，伊为虾米行过，啊，当然报备作势，遐查某仔叽叽叫呢，夭寿，我想讲发生啥物代志。啊，所以我说哎呀，稳定的。啊，有能力无？无啦，无能力，恁拢无一定，恁未使讲的，我会当讲的。我有看啊，建中跟我同届啦，我是考入的啦，伊是保送，保送的。高一，伊三科无及格，我讲的负责哦。要录音啊！伊的数学48分，未当补考，无50分未当补考。因老爸迄阵做国民党诶台北市党部诶迄个主委，因老爸去甲建中诶教务处讲，安尼伊嘛是高二诶。啊，互即种人去统治，三流诶人去统治咱即种一流诶，足暗切，我不甲伊骗。什么代志伊拢无法处理，真正什么代志伊拢无法处理，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啦。伊考大学，伊考条淡江啦，咱来讲实在话啦，伊考文组的啦。迄当阵建中是，阮入面算是24班啦，他毕业的时阵总共23班啦。上尾迄班23班是拼组的啦，文组的2班尔啦。一班是侨生啦，伊伫侨生迄班啦，十八班啦。啊，一班是本地学生，叫19班啦，3年19班啦。伊是读侨生迄班的啦，所以伊落尾啊，伊即个大学补上，补上，伊原来参加联考，但是调共淡江，淡江以后加分，入去台大法律系，法律系毕业以后，专呆呆一个人。法律的毕业考的一个没有考上律师的，叫做马英九。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的，一个人无法度做律师的，叫做马英九，伊第一名，所以叫伊第一名。迄不是我咧家惊喜呢，我拢讲事实的。我本人嘛，我本人建中的嘛，刚届嘛。我以前是来讲，我唔知影讲吼，交心当。无啥，我唔知影即种。
我想我以前三年的时阵啊，我读台东啊，读到要死呢。台东恁知影嘛吼？台东中学，迄阵小学毕业爱考考迄个考试呢。我理解就是对一间呢，就是讲，假如电诶，假如像诶教室像电影院一样一间。咱个迄个参与进去就知啦。我就迄间考掉台东。我数学一百分，啊，我考大学，哎，考高中嘛是一百分的，啊，所以迄阵遐尔啊认真入，会当安尼拼到半小时入去建中，哎、欸，奇怪呢，啊，我有一寡边仔有一寡人吼、哦，阮拢入面拢会互相问啦，啊，你考几分？啊，大家拢会讲，哦，你高分，啊，大家拢互相讲，啊，其他有个人吼、哦，考几分哦，拢甲你。顾左右而言他啦，啊，别个我倒伊讲啊，我没有了，是保送，哎、欸，有保送啊，我哪能知啊？我哩班的第一名，咱拢无保送，原来遐保送拢是啥？侨生啊，所以马英九百分之十八，唔是台湾出世，是侨生啊，深圳出世的。华侨中学，我知道，这就是咱台湾迄当阵，予因这中国人伫侮辱的政治，包括高考。迄关中啊，我不爱甲批评。关中伊讲一句话话，啊，恁奈拢不爱去考啊，做高考，看着鬼，你若要考高考，较简单，甲你分做中国三十六省啊，三十五省，啊，每一省。按照伊个比例，你录取，你台湾人偌高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绝对考袂掉啦。因拢哦，伊个考题阁特别不一样嘞。我记以前有一种啥物特甲特考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啊台湾人拼到要死，有好好读无？无啦，台湾人无钱，死好啊！你会当做奴隶尔。啊，咱安尼讲。你唔爱甲后代讲，啊后代爱知影，所以我有当感觉讲有真侪人吼，包括我所办真侪人，其实伊唔是无能力，伊是无钱好通读册的。我算讲真细汉吼，阮环境袂歹。日本时代，阮阿公算做十岁啊的，以前的。日本时代十岁店吼，敢那百货公司的。啊，阮阿公吼，他咪讲有钱啊。啊，阮老爸老爸也是教育界，当然啦，他咪讲我唔捌艰苦过。所以我每一摆若听人讲人艰苦囡仔啦，我拢唔敢甲人讲，因为我真细汉，是讲经济环境很好。好啦，即摆毋是我讲经济环境的时间啦吼，安尼啦。今日吼，要讲到这个所在，咱下昼食饭饱以后，咱要翕相，啊，这翕相真要紧吼。啊，你若穿较好的衫吼，内裤带上好带，吼、哦。啊，翕相的时阵呢，这个面一定爱有倒来，咱这个相片拢爱交美国，啊、哦，一定爱交美国。啊，所以咱去翕相的时阵吼，咱就。政治才上课以后吼，啊，就免翕相。啊，翕相以后，就是咱的结，咱结业是安尼啦。咱所谓结业生吼，咱会发一张结业证书啦。啊，因为本来是这个结业生是我负责的啦。啊，因为顶个月吼，我破什么白超一个月，你知？干那胃安尼，干那痛到唔知变啊嘛。倒啊，唔是吃，唔是啊，食胃药也无效。后尾有去检查啦，是迄个幽门杆菌。啊，即摆治疗真好。哦，所以迄当阵足艰苦，我上课嘛拢坐伫遮呢。因为我咧想讲，我若无坐伫遮吼，啊后壁讲唔呢，啊你秘书当阵免听，啊其实我逐工伫听呢。啊，我逐工伫听，我嘛爱听。啊，所以我想讲，我遮认真伫听，我希望讲带动咱各位吼，你嘛爱听。咱遮老师我唔讲真正拢一流的。甲你讲会计，这是你阿伯用的。哦，啊，像这个，甲你讲历史，哦，
啊，请这个宗教，因为咱宗教当然一塌糊涂，我跟你讲，爱彻底改善。好，请这类的课，拢是你去外口你要上课，你要开钱，我跟你保证，你绝对无法度买会到上课。啊，伫这个所在，所以你以后，咱第六届、第七届、第八届，你若要转来听，随时要转来听咱的广播。啊，你有感觉这个什么人的课，你想要转来听，你会当做转来听。啊，咱今日上到这个所在。啊，今日原来是算讲咱这个研训班的最后一天吼，啊，唔是讲安尼就算咧，以后才是各位爱拍拼的时阵啊，啊，咱大家共同来建设咱台湾变作一个全世界上好上好嘅国家，安尼好唔好？谢谢，多谢。先去起立，真。敬礼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可以到楼下用餐了。